停演的这煤，还有一些列强。那么这个顾维钧在这个时期呢，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中国的典型呢？为什么说他处在一个历史的交叉、政治的交叉？干脆我会为独身，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等我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，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，地久天长，有人整夜不休，默默陪在你身旁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。还要克服生活上人生的障碍，他我拒绝讲。我觉得他首先他不管是外交官还是皇帝还是一个什么人，我觉得最宗本的东西还是他是人。我好像看得见心态，包括学者学生，千方百计的去阻止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合约上签字，最后呢以自焚的这种方式来抗议列强就是侵犯中国的主权，国人惊醒中国代表团。同胞们，朋友们，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我们能接受吗？山东能给。目前剧组人员正在北影配音机房进行紧张的后期配音工作。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点鲜血，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首诗？这首诗带他那种悲观色彩，他是面对列强的，就这个感觉要出来。行，我们再试试。哎，这喜晴啊，你，哎，梅，法国诗人克罗代有一首诗，这首诗啊，改编于一首宋词，你听听看，是改自哪首词？呼唤，呼唤，祈求，祈求，等待。等待，梦，梦梦，苦，苦苦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抵他晚来？风急雁过眼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哎，梅，读下去，读下去呀、啊！剪辑车间里同样是一番，力争拿出最爱广大观众。哎，胡斌，刚才看过了我的《一九一九》的拍摄情况之后呢，我很有感触。我觉得这个片名起得特别有力度。嗯，是的，用第一人称来起片名呢，会有一种身在其中的亲切感，就好像我的这一辈子啊，我的九月等等。我的《一九一九》这部影片呢，虽然用的是单数的我，但是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凡意义的历史事件呢，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看。